本季的拆想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，通知书已计算拆想宽减，而地租则没有宽减。别忘了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费，不然要付过期附加费。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，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-0111联系拆想物业估价署，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付拆想地租，省时又方便。